整红素金台北报道，看八点档荒谬剧情，向来是大众舒压的管道，而您是幸福来了又出新招。剧中方心因故被绑架，但没想到绑架情节竟是效仿电影夺魂剧，而夺魂剧的主要主角竟被 KUSO 成了卡通喜羊羊与灰太狼中的灰太狼。而这幕播出后引起网友热烈讨论，纷纷笑喷破产版的夺魂剧，制定夺魂剧方心惨遭绑架，竟是被灰太狼给掳走，且绑架情节更笑把电影夺魂剧只是骑脚踏车出来，双颊两红圈料很化的玩偶，八点档把他可爱化，幻化成亲近人的灰太狼。本土剧 KUSO 做法有再次引起网友喷笑，问及方心心情，方心笑说只要剧情需要一定会全力以赴把戏演好，十分乐在其中。方心被人设局绑架，临时提供本土剧 KUSO 夺魂剧，称灰太狼绑架方心。临时提供本土剧 KUSO 夺魂剧，成灰太狼榜下方心民事提供。